看一下手机，密码是多少？你的生日啊。 说有紧急情况，让你给回个电话。哦，你之前手机密码不是笑笑生日吗？我所有的密码都是你的生日，这点你都记错了。可能是记错了。你跟李景峰搞什么呀？还紧急情况？哼，搞大事。什么大事啊？过两天你就知道了。 周四晚上你在哪儿？周四，我跟李景峰在 Face 酒店的餐吧见了几个朋友。哦，对了，这事儿你别让甘露知道啊。见朋友为什么不能让甘露知道？他俩不正在备孕吗？李景峰发誓要戒烟戒酒的。啊。哎，今天怎么穿的那么正式啊？秘密。 哎呦，来，你干嘛呀？又累呢。你们收拾好了没？快来吃早饭。爸爸。笑笑，你先吃着，剩下的马上就好。来，擦嘴去。 小田正在备孕，这是他在我这买的备孕产品，拿着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新哥，我不知道微商这事儿，你没跟嫂子说，我这正好路过你家，就想着自个儿过来取了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，我老公还在外面车里等我呢。 我不是那个微博育儿号有很多粉丝吗？就想着能不能变现。后来我就在朋友圈卖一卖育儿产品，开始没多久，生意还不错。
做了多久了？一年多。一年多？为什么要瞒我呀？怕你觉得丢脸啊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会觉得丢脸呢？那我想多了，怕你看不上。张鑫，你信任我？当然。那我希望以后所有的事情都不要瞒我，好吗？请我们的人生赢家张一。给大家宣布个好消息，周董的项目终于拿下来了，多亏我们的张总，以他令人无法拒绝的魄力，张总说两句吧。你的建筑重几何？这是建筑史上最为经典的问题。你的建筑重几何 ？ZH 成立十年了，从我们实现的图纸上的建筑，总重量是13798吨。而大多数藏在看不见的水泥地基里，建筑不完美的部分却有着不相称的重量。因此，重要的不是一个建筑，也不是一个设计公司的建筑风格。 ZH 希望做到的是，我们实现的每一个建筑，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后，它都能继续发展，有它自己的生命。 ZH 完成了这项终极测试，因为你们，因为十年之后 ZH 还能吸引到像你们这样才华横溢的青年人才的到来。喂，老公，你干嘛呢？哦，没干嘛。笑笑呢？笑笑已经睡了。这么晚了，家里还有客人呢？哦，是笑笑的舞蹈老师。笑笑舞蹈班不是明天要彩排吗？笑笑的表演服刚刚做好，老师就给送过来了。老师呢？笑笑爸爸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林老师再见。